想到我也可以成为中信兄弟的一份子，是啊，喜欢我这件特制的球衣吗？谢谢啊。虽然我不打棒球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我能够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国际球，应该是说棒球英雄的灵魂的一个球场里面表演，我觉得非常的荣幸，可以跟你们一起大合唱了，好不好？你们会唱这首歌吗？来喽！哦 ，1、2、3，我唯一的亲爱的，爱情看我，谁曾家里的话都说，只有一颗真心。聊了半宿，是想着太多又卡住口。